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非常高兴再次来到美丽的香港，有幸给香港中乐团以及严惠昌指挥，再次合作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古筝给交响乐团的，尤其民族交响乐团的这种合作呀，是在国内的音乐舞台上一年也见不到几次的。虽然我们各种独奏音乐会大家也见识过，可是今次的演出啊，可能跟往常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既有首演，也有小型的组合和大型的组合，这种演出也是我本人比较期待的，我也想拿出最好的状态，也希望不辜负中乐团的各位领导和指挥，以及各位乐友和我们乐团的各位好朋友们的对我的期望，我已经拿出最好的状态。来回报各位观众，我们也期待着你在7月8号、9号到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来欣赏我的专场音乐会。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